各位同心，我们开始上这次的闭幕式哈。好，这节课的讲师是由我们参议院的议长哈张文彦张议长带来演讲，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各位乡亲，大家好。真欢喜，今日看到大家，因为有恁的参加，咱的希望如今会达到。我是要甲咱三工内底，咱所学习的，甲他复习一摆，予大家搁较清楚。你若有啥物问题也无要紧。好，你要表达你的意见，我足欢迎。好，秘书长第一讲也甲咱讲，第一节，这三天上课了后，大家面上甲事业，拢会从面内底看出来，是毋是安尼啊？感恩啦，谢谢啦。因为有你来参加，咱成功的机会搁较接近，所以一天一天直直咧接近。伫外口的情形一天一天。拢对咱较有利啦，吼！真济代志，恁家己无讲足清楚，大家会了解。咱所的规定所讲的，一个一个拢伫咧实现。吼！咱无要紧，我有准备一挂 PowerPoint 吼，带大类吼。予大家搁思考一下，我要来请教大家，咱来遮读了，即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讲流亡政府，流亡。不能什么就地守法大家拢一百分哦。过来占领不能，不能改变主权。安尼大家吼，干那这两句转去啊，拢会使甲你的朋友去讲啊。你讲这两句，因大家他敢冒咧笑啊？这是事实的代志，吼、哦，安尼大家拿一百分，两条扣出来都两百分。好，咱即马来看，看这吼、哦，这那不是我咧讲的啦，因为有当时我要讲，一定爱有根据啦，因为我本身我是学术界，加减拢有地位啦。所以讲话袂使乌白讲，吼、哦，这里就是要给大家看讲什么？这个标题吼、哦，这是我《苹果日报》写的标题呢。伊讲什么？罕见，美助理国务卿呐、啊，那么挺台湾自治，咱来遮读了后。才会了解讲，咱这块土地是啥物人的？是本天皇的啊！你哪有可能遐个台独的讲总统都民选啊？安尼咱就是独立吧？干嘛安尼？土地都唔是你的啊！阿扁啊，
要申请台湾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联合国甲退订。因讲恁拢唔知啊，要参加联合国有四个条件呢。第一来啥？土地啦。第二来啥？人民啦。啊，有土地无？日本天皇爷啊。啊，有身份证啊无？拢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佫唔是公民哦。恁大拢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尔呢。啊，咱较早咧讲假讲公民才会使选去啊，咱大家唔知咧选啥物意思？摕迄张票去选去，哦啊，所以讲改甲实在拢无共啦，安尼拢用骗的啦。哦，第二、第三，爱啥物？爱政府呢？咱这个政府世界有成你嘛无？无啊！啊，过来外交权呢？所以外交权就是用台湾共和国国家世界各国去签这个啊，算讲互相承认。咱去甲外国建交、互相承认，拢是啥？中华民国呢？拢是中华民国呢？敢有台湾共和国去甲人签？啊，四个条件拢无，啊，要入一点。诶，啊，边个讲好啦？联合国唔问我入来，我不管啦。台湾人来甲你公道就好啊。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安尼啊无？甲啊边个讲你是麻烦制造者？第一届算掉，很宏观，互你入去美国。第二届要搁去？歹势，你都回去顶去啊，休困就好啦。美国不爱和你入吧，你是麻烦制造者。啊，这就是啥，拢唔知影啦，拢唔知影。啊，这就是伊即摆咧讲啊，这是啥？有一个机会，我甲台湾大学经济系的教授。的沟通，伊讲恁民进党到伊是讲咱民政府啦，伊讲因拢民进党，伊以前是做民进党的凯格兰学校的校长啦，啊，我有机会啊，都甲伊做伙食饭，伊甲问讲，恁民政啊，民政府到底是注定倒立？还是什么？我甲讲，咱无要独立，咱是我自治啦。咱足早都安尼讲啊。啊，恁是安怎自治？我讲甲英国联邦共款，英国甲加拿大的模式，英国甲这个澳洲、纽西兰的模式。伊讲好，安尼我知啊。他说他我们又超前，以为让反对啊独立，吼、哦、啊让到是要成立五十一州的公法，啊是要附属于美国的公法，咱不是，咱以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安尼啦，吼、哦，台湾自治。啊，因为我们是跟日本天皇给我们，等于是英国联邦的方式啊，哈，英国国协的方式给我们自治。啊，我们出去也是台湾，哦，加拿大出去是不是加拿大呢？是不是？哦，啊，澳洲出去也是，纽西兰出去也是啊。那我们是走这种。形态啊，这个跟美国不会冲突，因为当时我们说要独立，美国告诉我们就是战争，跟谁打战？诶，伊讲哦，因为听人讲哦，你们要独立啊，啊，中共要
打过来了，跟中共战争了，啊，不对了，美国你要跟美国战争啊，你才有这个权利说你要独立啊，好，哦，这个观念大家拢爱清楚啦，吼，哦，啊，这，吼，哦，啊，这里是啥？这特别，吼，哦，哦 ，autonomy 吼，哦，就是上面有人。自治，这样大家很清楚嘛，齁。好，来，啊，这我看，这大家如果很清楚，最近要很多的那个有做美国的学者，啊，跟官方人士都发表，啊，类似，啊，这个情形，其他来说太依赖中国，台湾会变成啊脆弱啊，这就是啥？啊，都骂因老爸迄个翁啊，都讲要安怎？因迄个要做啥？诶，金翁啊，伊个克讲要安怎？叫马英九都爱同意啊。啊，所以讲，所以伊个政策，伊所做个东西，滴滴要行这方面嘛。啊，所以咱老去投票个人，你爱家己忏悔。真正有去选好伊个，去家己忏悔。啊，因为我连投票都无投票，因为安怎哩在？咱个政策投票是延长流亡政府的寿命，大家要了解吼。啊，这四大类咧讲吼，啊，大家会使去看。啊，这就是啥？迄阵啊，讲一个秘密啦。迄阵伊还袂做啊，咱这个啊，咱会了解。这个是圣公。做第二任的呢，原早安倍啦，以前就做首相啊。做首相了后，咱一段时间，美国甲咱讲，恁对倒一个日本的政，迄个怎啊？遐要做政治人物，关系较好。咱迄阵啊，必须顶个讲两个啦。这个迄个东京都实验，咱有甲讲，这个啊，迄个到尾安怎？美国甲邀请去啊，伫世界华盛顿 D.C. 的迄个记者会，伊安怎讲？伊讲我要来买钓鱼台，有啊无？因迄，那个伫迄，那个咧讲讲，因东京都会去买钓鱼台啦。哦，这迄就是咱甲讲，咱个讲一个人，啊讲啊，这个安倍，啊他就在安排安倍，一直帮助安倍，日币一直贬，那有遐好要互你日币贬呢？啊，就是在帮助他。欸，啊，最近这哪有的都反对，但是美国哪赞成是什么？这啦，这是啥？啊，集体自卫队，那么啊，解禁，海外可以动武，这哪安尼做？日本一挂人。我足反对个，因人民讲安尼，你阿爸日本就可以走入战争。啊，美国哪会安尼？因准，啊，咱甲美国都签一个安保条约啊，三年前啊，咱台湾民政府去拜天皇的时候，我迄，那个。名片后边就印一句：“问日本人啦，你知影
迄、那个做安保条约有包括啊台湾澎湖无？啊，都咧做广告啊，咱迄阵啊出嚟玩咧做广告啊，哦啊名片后壁咧问日本人啊，看因知影无？啊，若知影，安尼恁应该就爱足清楚，是要安怎讲安保条约佮包括澎湖佮台湾？这乃是美国的规定啊！啊，美国希望他能够有这个啊日本的武力来协助台湾。哎，说来，我伫咧想，凡是日本咯，甲美国拢讲好啊，要来接舰船的时啊。因遐自卫队啊，凡是爱来甲咱参加嘞，我也伫咧想，我有可能啊？啊，看起来拢同款嘛。啊，伊若穿咱的服装落去，啊，就是同款啊。啊，伊呢若搁较专业来甲咱搭协助，啊，都要符合美国，美国安怎讲？无缝接轨啦！啊，这块台湾的恁天皇爷啊，恁那是爱等下过来斗争哩。以前是因管的呢，这块国问题的问题是安怎台湾依照国际法用啊用战争？也不能啊取得这个问题，问大家是什么情形？恁大家去想想什么迄类？这个就是标准答案。因为在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已经在台湾实施什么？明治宪法，台湾人可以当兵，台湾人选出3个啊参议员到东京开会。5个众议员东京开会，用武力绝对不可能。咱要阁予大家去思考一下，马关条约拢知影对无？马关东啊条约唔是干那个澎湖、甲台湾和日本尔呢？迄阵啊，阁包括啥？辽东半岛呢？到尾啊！日本辽东半岛有甲提起啊无啊？这若爱讲出来，爱予大家知影，就是要甲讲，咱中华民国甲咱定一个4月1号，就是愚人节。大家毋知知影这啊无？4月1号是啥物？讲愚人节啦。伊讲4月1号所定的所拢无遵守啦，啊！唔，才要甲你讲愚人节，啊，这就是虾米？伊都无承认嘛，无承认讲台湾就是跟日本用战争也没有办法取得。以前周隆基那个时代，中国吼很派。对，滚他不！台湾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划出这里。今嘛，中国敢安尼划？伊今嘛划出来讲啊，你这无读册啊，歹势，拢唔知啊！你讲恁这拢啊，中国的要怎啊？领导人连一个足简单的国际化拢唔知啊！
啊，所以因今嘛唔敢画，因今嘛画台湾是他们的什么？讲核心利益啦，讲因的核心利益啦。哦啊，所以大家就足清楚哦。啊，这我予大家知影。啊，这个我足清楚。咱顶年十二月啊，去拜靖国神社，佮去入去天皇去甲讲啊，万载哦。而且伊我有派因的子啊来甲咱斗阵做伙啊，所以讲即足清楚啦，即番足清楚。哦，啊，美国啊，无从来首相没有回国的啦。咱美国甲咱问，甲恁较好诶，伫这个政治界内底，虾米人甲恁较好？啊，咱甲讲这两个啦，啊，这两个真正去予美国国叫去啊，哦，啊，甲支持啊，啊，你看足正确诶。安尼来，大家来这读册，有价值啊无啊？大家搁鼓掌一下啦，为家己鼓掌啦，真正足清楚嘛吼。好来，这就是同款啦吼，自卫队黑吼，讲台湾如果遭受攻击，自个啊可以出兵啦，可以啦吼。他没有违反他们的，这就是要给大家知道。好，啊，这啦，这哈，领18%的啊，看到这吼，就安怎哩啦？讲张教授啊，你我未歹过，啊，那还要变遐有空无算的？啊，我原早去伫台中，杨教授拢会去。高铁加载，啊，去他们夫妇两个拢领18%，啊，所以以前拢足欢迎的，即摆去那个无啥欢迎。啊，无要紧，我若爱甲讲啊，我创一个录音带的片子去互看，一个中国政策，互你了解。啊，我甲讲，啊，你着甲迄个立委。台中啊，国民党的立委啊，遐好，因为我一届我去台中，爱甲讲啊 ，M 都啊啊，卢秀燕立委咧请人去，啊来咱来互请，我也去互请，啊所以，我甲讲安尼啦，我即回都来台中吼，啊，就我去泡茶，啊泡茶了后去。吃一个小点心哦，啊，我迄个予伊，我甲讲吼，你即个啊 CD 啊，去请教迄个你的好朋友吼，迄个李伟啦，你甲讲啊，这是咧创啥物啦？安尼大家清楚无？这啥物？啊，是安那中华民国各行政的组织啊，皆是咧会址，咧会址是安怎？要回去嘛吼？啊，回去美国也跟中国安排好了呢。什么地方？考100分。哦。啊，这都是拢有规划。美国咧做代志吼，他是一步一步规划的。早期旧的档案里面，想要把蒋中正关去菲律宾，他都跟菲律宾讲好了。旧的档案里面可以查出来，讲因啊，遐中华民国的高官。我爱带台湾啊去灭伊个菲律宾，请菲律宾拨一些所在给因带。所以美国咧做代志，拢安排好。伊若咧惊啥，你知影？
那中国无甲安排，伊讲好啊，无遮若拢转来，恁走诶，有诶走诶四川去，有诶走诶云南去，有诶走贵州，有诶走诶怎啊啊吉林，有诶走诶啊山东去，啊你都死啊呐！去啊呐，去北东遐拢北东遐拢北东，伊也无啊来平潭岛上好，恁伫内底咧乱，怎甲你迄桥在咧拆起来，无爱互你过到，无法度啊！上好控制嘛，所以中国啊，唔就讲好啦，平坦岛海大啦，这都是我爱给大家了解的。啊，这都是啥准备咧烧啊啦，咧烧啊啦，伊即马跟会主啊，拜咱要接才较好势，啊无咱要接，咱就换真木咧啊，当，唔是这尔咧。足济咧呢，啊，过来，哎呀，等，袂叮当，好，过来，这啥？啊，这啥？这啥？哦，啊，这拢是啊，哦，拢是啦，啊，准备要落跑，真济啦，咱吼、哦、上咱的网站吼、哦，啊，咱的网站啊，你讲台湾民政府官网。那两个人官网没拍下来，说去看，说诈骗集团、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哦、你给人介绍说你要打进去、啊、台湾、啊、民政府官网、哦、少漏了两字你就进诈骗集团、哦、啊，不然你叫拍英文的啦，我们叫拍英文的、哦啊、USMG TCGA NING 好，弄派英文的吼，特别别造起了吼。后来，啊，这他都啊讲过啊嘛吼。这个所在啦，恁都吃乱歪紧啦，安尼清楚无？啊，恁两三百万人台湾吃的人会过去，恁都吃乱歪紧啦。你那在乱吃都先给切掉，啊，你都吃乱都无，对因内底无影响啊，何恁去啊乱啊？好你去啊花哪都买紧啊。安尼这个不是上去的。啊都给你规划吼、哦、这台中港啊直航啊台北港啊直航啊都好你直直相互来往啊。吼、哦、啊你来看。阮三年外前就在讲啊。哦，啊，这啥？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同受益。哦，啊，就是未来，就是主轴是哦，这样突出台湾及平潭的特色。咱代表来通啦。哦，你有啥物证照？啊，你要多开业都可以。啊，这就是。中国甲美国拢讲好啊，好、哦、啊，无身份证的人啊，阿拜就是去住遐，好、哦，啊，就爱鼓吹讲，恁啊要留到台湾，就赶紧办办，对恁有好处。好，过来，咱这个影片要给大家看这个，哦，来。咱拜托咱的同心甲咱服务一下，互大家看一下。好、哦，即台这个前进平潭岛，好、
面的统战。哦，啊无安尼啦，时间上的问题吼，这就是这个影片，就是咧甲大家讲啥物？伊即马就统战嘛，啊叫咱去遐甲因投资嘛，啊投资阁歹紧哦，咱过来看后、哦、下一个骗子，来下一个下一个，这台商受害，这我都帮出人看无？这个吼，内底安怎你知影？甲你讲哦，台来投资哦，啊，这偌济，互你啊讲讲个，啊，这对啥？因为它里面重点是安尼啦，我讲较紧个吼。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啦。我一个机会去北京参加因个仲裁啊。人的协会的研讨会，我是仲裁人，仲裁人大家唔知影无？你讲是讲民间法官啦、啊，哦，啊，我加加手请因的讲，阮台商来恁遐投资，啊，那见甲恁发生官司，啊，甲恁告，那拢输啦。伊甲我讲，违背中国政策都判输。啊，安尼咩啊那样？啊，他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不仅声张底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哦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哦，这些伎俩呢、啊，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访报道。啊，安尼大家足清楚，我都伫北京呢，仲裁的一个研讨会，啊，我去甲参加，迄头都五六年前的代志，啊，我甲问因的
因为仲裁人士我拢因为迄个人民大会的法官吼来参与啦。我甲问啊，伊讲违背中国政策都判输啦，啊，什么叫做违背中国政策？啊，当然，啊，你台商你是，不是我们的人啊？以前讲，我们同胞哦，去讲咱，因来讲好康诶，讲你是外国人，咱无甲因共款啊，啊，讲咱都。咱即卖记袂，伊讲，中国政策，啊，当然中国政策要给当地人要照顾啊，啊，你是违背啊，啊，伊是无讲出来啦，因的心态吼，那上海那边遐人的心态拢安怎哩啦？我在国外也十几年，啊，甲上海啊咧讲，你们蒋中正把我们黄金都。啊，运到台湾去了，我们要一点回来有什么关系？蒋中正公把中国的黄金都运到台湾来，啊，所以他们那边很辛苦，啊，你们台湾过得很好，啊，拢类似安尼啦，安尼咱就清楚，根本去都是要宰啦。好，你说这些事情啊，我们执政的时候啊，再去处理，还没有执政，拢无法度去评估这情形。好，安尼你清楚嘛？哈，执政的时候啊，我们再看怎么样来处理。好，啊，这是。大家去思考啦，好，啊，即摆过来，咱过来看，我阁看落。好来，这里我看这里大家足清楚啦。迄阵啊，咧占行政院时，伊啊摸入去，摸入去去看行政院的图啊，甲提出来看，讲我啊，行政单位、行政院最高单位这些公务人员都在造假啦，说上班就要去什么电子官网啦，啊，给他那个怎么样，那个等于去阅读率啊，较高，啊，说赞，按赞，啊，所以说哦，这个记录诶，伫拖底摕出来，啊，看到这张甲翕一张，啊，所以讲大家就足清楚。哦，这个人讲啊，这个人，这个秘书啊，讲无来啦，即天休假，所以他没有点击，按照点击的规定，50次，每天吼、至少50次，我单啊在办公，干那咧点解就好啊。安尼毋是拢骗嘞，真正行政单位拢咧骗啦。啊，恁这死老百姓，你们这些台巴子，对，他们是啊高级外省人。好啦，这外讲啊吼，用时间上。这个陆战队我们要裁撤了，啊，即马公公来讲没有啊，我们陆战队还是要留的啊，啊，安尼咧讲啊，不要紧，嘿，美国跟咱讲，军队这方面，因来处理，啊，确实有咧处理无？有啊，一步伫咧处理啦，咱家己唔知啊，啊，警察部分都爱咱来处理啊，哦，美国有交代。咱这个黑熊啊，这个黑熊啊是美国散伙，这个名称他是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有这个黑熊啊兵团啊，哦，等于是过来啊，这就是我咧讲吼，甲现在这个啊。郭冠英这个代志啊，
迄、那个做啊，咱新的市长啊，啊，林振哲会遗臭万年。林振哲跟我同事过，他也是当董事，我也当董事。我认为人是不错，他用任用郭冠英，他会在台湾遗臭万年。这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啊，这我看大家这都引用人家的，吼，咱现在如果要跟大家说是怎么那个，你知道这吼，这都大家现在这张照片吼，就是2010年高伟切被华盛顿 DC 世纪酒店来庆祝酒会的时候，咱在华盛顿 DC 成立一个办公室，到现在都有。啊，民进党的，伊也讲啊，他民政府都有啊，因无，到尾啊，伫苏贞，迄个苏贞昌做主席的时候，赶紧去设一个伫遐，啊。叫萧美琴讲啊，甲美国讲，讲若美军入来，伊若要改民政府啦，啊，因即马，我伫喺华盛顿 D.C. 设个办公室，你甲咱抢这个主导权呐，啊，我互大家知影者，啊，这是啥？啊，这个是美战嘛吼，啊，这个是啥？入时嘛，入时美战嘛。告诉我们，就说你们台湾的土地就啊，所有权就住在这边的人了。我去三摆啊，十二月二十，有人要去东京啊无啊？那有到阵来好啊唔好啊？但是爱准备服装啊，哦啊买帽啊啦，哦啊大家到阵来，过来去一撮，我搁去我就第四撮啦，啊。四年啊，这个机啊，拢顺势入去，咱足惊嘞！日本天皇也唔知这个机啊要何里要创啥，伊足清楚啊，所以这个机啊拢入去。啊，入去吼，是以前咱无去以前啊，应该清一色。在皇宫拢一支旗啊，咱即卖入去拢安尼啦，咱去拢举两支，我拢举两支，安尼画啥你知道？讲天皇陛下万载安尼啦，啊都、就是啊，吼、哦，啊拢安尼啦，昨去接机吼，我去拄到一对美国啊，倒来一对。啊，夫妻吼，伊咧甲讲，哎、欸，啊，恁是虾米团体啊？安奈拢穿同款，哦，咧问啦，我甲讲，台湾民政府吼，伊呐恍然大悟啦，我甲讲，啊，恁提一个，好看讲，啊，恁上网啦，上网才足清楚，吼、哦。好啦，啊，咱即马过来，过来看，咱即马吼，好啦，来，即大家清楚啦吼。这大家应该不爱再重复了，来，咱现在吼、哦、要来看这个西门庆的啦，吼、哦，要来看这个西门庆吼、哦，咱，因为西门庆的代志啊，要讲一个，让大家足清楚，去美国用过的人的现身说法，哦，的现身说法。那是这个的报道的影片，啊，来拜托放出来，给大家看这里。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
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事情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灰熊干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1=2，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有其他的啊，要给大家报告就是讲，因为都要回来。啊，拄啊，迄阵啊，高级班，啊，初级班，他迄是50几期嘛吼，啊，56期咧上课，啊，我讲啊，恁拜托，来，承担起咧上课啦，啊，因拄啊转来，啊，拄啊甲接来讲，啊，无来现身说法者，啊，伊本身是牧师呢，牧师敢会使乌白讲？袂煞你嘛，所以我要甲大家讲，这是千真啊万确的。咱即马实在是真好用啦，啊，佮最近啊，咱佮一个来，咱来看这张，啊，这大家拢看过啊嘛，秘书长也讲过啊嘛，啊，这拢是证据嘛。回去拜托两件代志，叫你的朋友拢来请这张。啊，这张若有带 copy 的，转来好看，互伊了解一下。第二，找较少年的、较有专业的，像头拄啊，这个少年的，咱一个问一个，你看讲为啊，咱台湾，你要用战争要来摕台湾，无可能啦。所以习近平做副主席的时候，就走去甲日本天皇讲要甲买啦。日本天皇讲啊，阮啊祖先也无咧卖物件，啊，所以因足清楚，战争你占领不得什么移转主权，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你一定那是要走。美国占领伊拉克有没有撤退？那就撤退交给他们民政府，好、哦、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拜托两件代志一定要做得到，好啊，好啊！叫来请亲们请，找较少年的来上课，感谢大家，感谢。